在风中回响着法拉利轰鸣的深圳湾，有一家本地人聚餐的椰皇全豪宴。我们就是深圳湾普通业主的海鲜小食堂。你好，打扰给您上下椰皇汤底。文昌鸡和台山特大生蚝可以用椰皇水直接涮火锅。小食堂只是大自然平平无奇的搬运工，生蚝还可以做成金蚝煲仔饭、榴莲焗生蚝以及三吃特大蒸蚝、蒜蓉特大蚝、剁椒蒸蚝，还有原味海草蒸蚝。家里有玛莎拖地的，还可以用半天的工资给海鲜泡泡椰皇澡。为了这里的食堂，下个月就要搬来深圳。